是 CKS 中正纪念堂管理处今日我讲讲特派员。一提到蒋公，就不得不提到蒋宋美龄夫人。这一周今日我讲讲，就要在蒋公文物展示室当中寻找蒋宋美龄夫人美丽的倩影，以及民众对于蒋宋美龄夫人的印象。现在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今日我想讲，这一周很高兴可以访问到来自高雄的郑老师。请问郑老师对于蒋公以及夫人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就是其实看了，就是来这边逛蛮多照片啊，然后发现有就是蒋夫人的照片，就是跟他都跟蒋公在一起拍照，然后感觉就他们两个就是好像出去不管是什么场合都会在一起。然后就我的印象啊，好像记得是说蒋夫人是蒋公的翻译，就是也是一个不错的外交官这样子。对啊，蒋夫人真的是蒋公的贤内助，也是他的贤外助哦。好，那接着要请问郑老师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认为在这整个蒋公文物展示室当中，最让您觉得幸福洋溢的蒋公与夫人合照是哪一张？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后面这张吧，后面这张照片，因为就是感觉看这张照片就是会有一种就是蒋公在欣赏他们夫人认真的那种感觉，认真的样子的那种甜蜜的感觉这样。所谓认真女人最美丽这句话在这张照片可是一览无遗哦。那第三个问题就要请问郑老师啊，就是如果您有一个机会可以跟我们的蒋公跟夫人做对话的话，您会想对他说什么？我想对他说，那个凯迪拉克好做吗？哦，凯迪拉克是这边的热门展品呢。好，今天非常谢谢郑老师，然后还有几位小朋友的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从蒋公与夫人的合照就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深刻的感情。想要一睹这份幸福的民众，欢迎到中正纪念堂来看看哦。今日我想讲，下周再见。